喂，老老实实啊，都去到今日呢个地步啦，我哋逼到政府都要同我哋倾普选嘅时候，你有冇谂过我哋靠啲乜嘢？其实靠嘅就系你同埋我啊！我哋今日喺旺角呢个地方，死霸烂霸遍地开花，守住一笪又一笪地方，呢头有耶稣，嗰头有关公，连黑社会都惊咗我哋。睇到啲咩？呢啲咪就叫决心咯！主流传媒成日都讲嚟讲去，都话咩占领中环、占领中环，一日到黑口黑面黑都话占中、占中又占中三字乜乜乜乜。今日啊，我想同你讲清楚，诶，占中已经收咗档噶啦，占中三字冇人理佢哋噶啦。大家谂翻转头，九月尾发生咩事啊？占中三字佢哋又讲占中，九月由呢个2013年啊，讲到2014年啊，讲咗成年半嘅时间啊。人哋咩啊，工都轉埋啦，商糧都出埋啦，佢哋講就充足啊，做就碌足咁樣。好啦，人哋人大喺九月份正式落閘啦，話依個半數提位咁就當係普選啦。喂，學聯學民都企出嚟圍下政總啦。9月27號嘅時候，戴耀廷去到政總做咩？哇，唔會提前佔中啊，堅持佢10月先至佔領啊。转个头9月28號，唔知失忆定乜嘢，又喺个台上面揸住支咪话占中而家启动啊！喂，打风都有个预算啦、啊，又话唔提早半夜三更就系 call 你门口啊！喂，而家去饮啊，去饮啊，饮杯饮杯，玩嘢咩大哥？饮都要有个饮样啊！佢哋而家讲到又叫人唔好戴保鲜纸，又唔好戴口罩，又自首咁样。你去饮都装下身啦、啊，你出嚟占领你冇装备嘅咩？你中个催泪弹点算啊？又话唔做又话做，仲难估嗰啲港女讲嘢。好啦，9月28號，警方真系射出雷弹啦！啲占中三子去咗边啊？肥佬黎都话去下角度度挡咗一次嗰啲催泪弹啦。佢哋三个次次都上台镜头影住嘅时候话巴巴闭劝你乜劝你乜，你出面兵荒马乱，市民用血肉之躯去挡嘅时候，佢哋三个去咗边啊 ？OK， 你可能话。带领打仗的将领都不一定在前线的，但我想说你带着班人你真的占领，麻烦不要冲下又缩冲下又缩才行，很累的大哥。